Hello， 大家午安，午安喽，大家。妞妞人呢，现在正在出差中，台北的天气如何呢？应该是也是冷冷的，非常的寒冷，大家记得要多穿一点哦。然后呢，昨天我们有偷偷抢先看的黑毛外套啊，然后今天一早就超多人去抢购的，超级多人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已经上架了，所以等一下请如果很想要买这件的，立马记得去抢购哦。黑毛毛外套真的是超夯的。Hello， 大家午安咯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大家我知道大家很想要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妞妞按赞留言分享，今天会送出一件外套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帮妞妞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。那除了今天要介绍外套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新品，包括妞妞身上很可爱大学T的颜色，超可爱。这次啊没有帮大家挑选很平凡的颜色，这一次来的颜色不知道大家都上网看了没，有蓝色、粉红色、紫色，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颜色哦。今天超冷的，但是妞妞穿上这个非常厚的刷毛大雪T，非常非常的保暖。Hello， 午安，淳宇，嗨，记得大家要分享哦。午安，午安，看到我真开心。Ada，我看到你也真开心，每天都会来跟我打招呼。紫色T好看，对，等一下妞妞会介绍，而且这次还有很多，来，先给偷偷给大家看一下颜色。很可爱的颜色，对不对？都是跟一般的大学T的颜色不一样。这次帮大家挑选了五个颜色，很多、哦。好咯，那现在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正在准备午饭或是在走路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的开始咯。终于赶上我的直播了。Hello， 刚去拿三个包裹，好棒哦！继续看直播咯。泡泡袖大学T很可爱，对，没错，有发现妞妞的小巧思了。好哦，那妞妞就先来介绍我身上的大学T好了。大学T呢，虽然不是怎么样特别啦，但是呢，这一件刚刚已经有粉丝看到了，真的是非常细微的。妞妞这次呢是做一样是蓬蓬袖的，因为我们前几款出了蓬蓬袖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这一次因为天气越来越冷，所以呢里面的刷毛啊更越来越厚了，所以今天刚刚有说妞妞今天穿上厚厚的刷毛T，非常非常的保暖哦。那版型呢其实一样是简单的圆领版型，然后后面一样是可以盖到屁股，可以盖到裤头的，然后手袖蓬蓬的，超可爱。重点是紫色啊，刚刚很多人看到紫色一定就疯狂，因为很多人不敢驾驭紫色的东西，但是今年呢就特别流行紫色。再来呢，我要讲一个重点，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，超级优惠，290，难怪这种东西一早就这么多人去抢了。超美的紫色，淡淡的紫，对啊，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。好哦，那接下来妞妞要换上另外一个卡哇伊的颜色，就是粉红色。这个粉红色呢是今年最流行的玫瑰干燥粉，相信大家对它不太陌生哦，很多衣服都有出这个颜色，我们的大学T当然也要跟上流行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大学T妞妞一样在色卡里面选了一个超级好看的玫瑰干燥粉。有没有这个粉呢，它是蛮饱和的，然后就是今年最流行最流行的。你看这个手袖，这次的蓬蓬的折度很多，但是不用担心它不会显胖。刚刚那个紫色跟拼接T的紫色一样嘛，差不多色度大概 95% 是相近的，颜色都超美的、哦、然后粉红色比较特别，是可能在其他的卖家其他的商店是看不到这样子的粉红色，这真的是特别帮大家挑选。你看蓬蓬袖，虽然呢蓬蓬袖这一次的折度做比较多，不用担心它有显胖，因为它真的很可爱，就是可以修饰你。再来刚刚有讲过里面都是满满的刷毛，这次的刷毛是很厚的，而且厚刷毛还用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大家，大家记得自己一定要去抢购哦。Hello， 米雪，又有选色障碍了。没错，因为这次有五个颜色，那有两个算是还是比较基本，就是等一下也会穿到的白色跟灰色。Hi， 马来西亚有邮寄哦。
那个惠民有的，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，然后点选你要的东西，然后进入购物车结账之后，帮我们勾选海外订单就可以咯。好，粉红色会不会挑肤色哦？其实这个粉红色多少会有一点点，但是刚刚明显看妞妞穿紫色跟粉红色没有太大的落差，真的很喜欢，是可以买的。好，那介绍两个可爱的颜色，妞妞还是要穿，先穿一下我们最基本款的白色哦。白色一直都是很多人很喜欢买的颜色，但是白色呢，如果不慎挑选的不好的话，会有点像睡衣。那这一款呢，我一样也是可以推荐大家买白色的原因是，因为刚刚妞妞有讲哦，我们家这一款呢，它是做厚的刷毛，那当然厚的刷毛穿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挺，所以它不会像睡衣，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喜欢穿黑白基本色调的东西，所以妞妞这一款，你看白色的蓬蓬袖多可爱，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穿牛仔裤的话，我觉得搭配这个蓬蓬袖白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而且它的白是全白，非常非常洁净的纯白色，有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干净，有没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哦，蓬蓬袖你看超可爱的，然后裤子很好搭，你要搭有颜色的啊，牛仔裤啊通通都可以。那个魏真，如果你有合并订单的问题麻烦私讯咯好吗？喜欢这种衣服，这种啊真的都是大家都喜欢，第一个价钱亲民，第二个真的是保暖。其实今天一样非常冷，但是妞妞其实穿上一件刷毛T再配一个大外套，我觉得就蛮足够的，因为这一次的刷毛真的比之前的再厚一点点，大家如果很喜欢大学T的话可以买这个。再来有一个颜色超厉害的，就是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应该大家看到的大学T也没有买过这个蓝色哦。这个蓝色穿起来是什么样子呢？蓝色啊，如果你有很多黑色的外套啊，或是牛仔外套、大外套、军装外套的话，搭配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蓝色也是在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少看见哦。这次啊，就是选了三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紫粉蓝给大家，你看这个蓝色穿起来多有气质，蓝色的大学T耶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颜色，有没有 ？Hello， 而且真的很便宜，对，今天就是290给大家，而且刚前面可能后面竟然没有听到，我们的刷毛就是又增厚了，非常非常的厚哦，真的是可以保暖的。好，那这一次刚刚有人问可以拉斜肩吗？一样可以，微微的一样是可以。那如果你不想拉斜肩的话，它就是正常的原理，真的是满满的刷毛哎。妞妞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小冒汗了。对，这个蓝色它其实有点偏湖水蓝，不是那种很正蓝的蓝色，它是有点偏湖水蓝，所以呢它一样是衬肤色哦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它会有挑肤的问题。牛仔裤 XS 可以穿吗？ XS 可以穿，但是我们家是从 S 号开始，所以 XS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松哦。好哦，要买什么颜色大家等一下看完直播可以买。再来呢就是大家最爱的大学T颜色灰色哦，如果你很爱穿大学T，然后又在找特别的大学T，可以买妞妞家这一款290，而且又是手袖蓬蓬的，超级可爱的。好，我自己有买一件灰色，因为其实灰色是最实穿，然后呢灰色不仅可以搭一些短裤或是牛仔裤，你也可以搭自己的比如说运动品牌的运动裤，非常非常的好用。那为什么要买灰的呢？因为刚刚有讲灰色是运动色最基本的颜色，那你可以搭配很多牌的运动品牌的裤子，然后它手袖又是蓬蓬的，你当你穿去健身房的时候或是穿去运动的时候都跟别人不一样，都特别特别的可爱，有没有？自己可以搭配，你们自己一定都有很多运动品牌的裤子。Hello， 皮肤黑色适合湖水蓝吗？湖水蓝多少有一点点微挑肤色哦，很显白。嗨，多少会有一点点，但是如果你的肤色是偏中度，不是多到很黑的话，是可以的。会不会起毛球？基本上啊，除了针织衫，如果你一直摩擦的话会起毛球，这种面料是不会的。哈
嗨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想包色，因为它这一次啊，我真的是很优惠给大家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妞妞希望大家可以穿的保暖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天有一款是限量商品，这一款呢，先跟大家讲，我自己啊，这件是我自己的，我也不可能让给大家了，我先穿起来。为什么说它是限量的呢？因为呢，这一款啊，所有的现货售完就确定没有了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或是现在你们在看直播非常喜欢它的话，请你先去下单，因为它是确定售完就没有了，它就是成为我们的最终限量版了。好咯，妞妞现在穿上这件是我的，它呢里面整件都是内刷嘛，这件是我自己的，好，它也是就是不可能给你们的。它呢这件为什么要特别介绍，刚刚有讲过一个重点，是限量的，售完为止哦，如果卖场跳一售完就是噔噔结束，再也生不出来了，那就再也生不出来了。好，这件呢超级暖和，它也是厚的刷毛，满满的厚刷毛，然后毛都飞到我头上，满满的厚刷毛，真的很热，就是会有点老刮流汗的那种内刷毛，真的再冷的话里面穿一件发热背心就够了。好，它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呢它用了今年很流行的粉红色当做帽檐，再来呢大家有看到这个条纹色是军绿色，超级有质感的军绿，它的配色非常非常的特别哦。那它其实它的版型就是比较宽大的帽 T，所以呢人人都可以驾驭，然后又保暖又不会跟人家撞衫，好不好？这是完全不可能跟别人撞衫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很喜欢或是等一下，记得先按它，把它按入购物车，因为一旦你们看到卖场已售完就不需要再问了，已经确定不会再有了。条纹会显胖吗？基本上啊，条纹款啊，如果版型我觉得不好看的，或是如果布料选不对的话，真的条纹或许会让你放大一些，但是这一款它是墨绿色配白色，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柔和的，是不会让大家看过去条纹是很巨大或是很胖的，大家是可以很安心的购买的。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么，虽然它很宽，里面可以加无限的内搭衣服，但是呢它的版型下摆还是有帮大家收边收起来，所以呢不会显得整个人穿起来好大，好像一只熊一样。因为妞妞本身穿 S 号，其实穿起来不会很大，对，不会很宽大的感觉。穿起来有多长多长，可能要看一下我们卖场的尺寸说明哦，都有写得很清楚哦。对啊，可是这款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确定是限量，就是售完为止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妞妞要介绍一款，这一款上衣呢，也是斗篷，有没有记得我们的斗篷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？所以呢妞妞又挑了一款下摆有流苏的哦，比较摇摆有点活泼的感觉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一款呢它一样是帮大家做高领，然后它的面料摸起来非常非常的弹跟舒适。好，来哟，这次帮大家选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漂亮，它是可可色，来透过镜头看，它是可可色，有没有非常漂亮的可可色？然后这次这个袖子啊，它是落于大概九分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全长的，然后下摆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下摆非常漂亮，它是这种流苏，我看一下哦，妞妞是不是有穿正反，好，没错，正反两面都可以穿，它就是有点流苏，有没有很就是很活泼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啊，我建议大家其实除了搭长裤可以搭短裤，然后拉一个膝上去会非常好看，或是这个新款的裤子你买了吗？已经全数售光，昨天卖得太好了，这样子也非常非常好看，超便宜的，昨天这个真的卖得很好，这个我就不介绍给大家咯。黄金这个月缴完房租就没有置装费了，怎么这么辛苦，加油咯。条纹上衣找不到，那个条纹上衣一定有哦，卖场都有哦。这个材质看起来很舒服，这个材质是妞妞可以跟大家挂保证的，它的材质你收到你会很喜欢，因为它也是厚料的，
来哦，今天我们透过这个镜头看非常清楚，它是厚料的，而且整件的弹度是非常足够，也是厚磅数的，一定是一一让你收到会觉得很有质感。然后我呢，个人这一款我会推荐可可色，因为穿起来真的很有气质，然后肤色也显得很白。可可色真的其实不好挑，它是真的蛮正宗的那种淡巧克力可可色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我蛮推荐的。可以盖屁股吗？来，其实它的衣服是做到屁股的一半，剩下盖下来的是流苏，所以其实等于也帮大家遮了屁股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哦，也帮大家遮了屁股，是若隐若现的感觉。这件衣服会很重吗？好咯，感觉问了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有深度的问题。好，每一个人对重的定义不太一样，但是它的确有一点点分量，那是因为它是整件的针织衫，加上是厚磅数的针织衫，所以多少会有一些些的重量，但是不知道你的重是不是跟妞妞一样呢？跟妞妞独家的斗篷材质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哦，两款是不一样的材质。妞妞的那一款就是更保暖，然后延展性更大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是版型不一样，是在下摆，面料也不一样，手袖的长度也不太一样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两款会很像，因为穿起来的面料跟质感看起来都完全不一样。也是因为那一款卖得非常好，所以妞妞就是又帮大家挑选了另外一种感觉，然后另外一色。加油哦，记得我要帮我分享哦。斗篷妞妞目前就这两款了，好，一款是妞妞的独家，另外一款就是我身上。妞妞的独家那个已经卖非常非常多，如果不知道是哪一款的话，可能可以再私讯小编一下，因为那一款斗篷真的是太强了。那卖场上不会再出斗篷了，就这两款让大家做选择，好不好？两件我觉得都可以买，像妞妞自己两件都买，因为在这种啊，像十度以下的穿斗篷非常合适，因为这两件都是非常非常的厚磅数，然后很保暖，斗篷真的很保暖，然后里面可以加好多秘密武器。好哦，所以我要把这个颜色脱掉咯，我要来换上更有杀气的黑色。好，刚刚说可可色它是比较偏有气质一点点哦，真的很热耶，我已经全身湿汗了。好，妞妞刚刚有讲可可色是比较偏气质路线，那黑色的部分呢，黑色其实真的是气势十足，然后显瘦度也非常够，两个颜色大家可以去挑选哦。好，妞妞真的已经流汗了，是真的很保暖。黑色有没有看到，黑色它是做流苏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气势，然后显瘦度，当然啦，大家要挑显瘦度的话绝对是黑色比较显瘦的。嗨，彩柔，记得哦，帮妞妞分享。那今天妞妞要送一个大礼给大家，就是这个外套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等一下妞妞也会把它很详细的介绍给大家。先偷偷透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要送这个给大家哦。你看这一次的毛，乌黑亮丽的毛，好厉害。Hello， 健康肤色适合什么颜色？如果你是健康肤色，我建议你买黑色咯，会反而会显得比较白。独家斗篷已经收到了，是不是很赞？真的每一个粉丝收到都是私讯回复很赞，因为那一款真的是妞妞亲自下海，哦，去制作。真的亲自下海选的布料真的非常非常好，所以请大家如果很喜欢的话，记得要推荐给你周边的好朋友。Hello， 健康肤色，我建议是戴黑色，可以让你更显白哦。好喽，那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个黑色，其实我非常喜欢下摆的流苏，就是感觉斗篷本身已经有造型，可是流苏让它更活泼一点。然后刚刚有讲，你们可以到卖场上去看 model 的穿搭，这个啊搭上长裤跟西上靴都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好，真的很保暖。妞妞要把它脱下了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今天两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下半身。在下半身之前呢，我想我还是先介绍大家很想听的外套好了。好哦，外套大家等了一夜，昨天妞妞曝光了说今天会上架，结果今天早上
一上架，天哪，真的好多人去抢那个外套。好哦，有抢到现货的就是你的，我们一定会尽快帮你出货。没有抢到的人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等追加，妞妞一定都会帮大家追加到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只是昨天有看直播的人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今天早上通通昨天看直播的人都有抢到现货。好，妞妞发现我要冒汗了，真的好热哦。条纹 T 抢到了，恭喜哦！他真的如果跳一秀完登登就真的没了。斗篷还在等，好，先跟斗篷啊，其实我们卖场都有开预购日期，前面有拿到的几百名都是已经帮大家出货出去，这几天你都会收到可以穿了。那后面的制作时间当然会比较长一点点咯，所以大家下单的时候要看一下我们开放的预购日期。好了，超美的衬衫，不是衬衫啊，妞妞已经热到语无伦次了，超美的外套来咯。好，冷冷的天气大家最喜欢看外套，而且什么样的外套可以让大家保暖。这一次这一件啊，昨天一穿就热烈回响，好，热烈回响，真的超好看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既然看大家都买得那么开心，所以这一件妞妞决定也要留下来自己穿了。好，这一件呢黑毛毛非常非常的华丽哦，那它很特别是它华丽又带一点休闲感，它其实中间的布料这边呢都是做牛仔的，这一次的牛仔是全黑，它没有混灰色，它是全黑的。然后呢这一件其实它就是比较偏休闲帅气感，休闲帅气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可以看它手袖，它其实是故意切割这样子的，让整件非常非常的有造型哦。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等一下也可以上卖场看我们 model 的照片，它就是这样切割，然后后背也是切下来，让整件变得非常非常的时髦哦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件为什么我说可以穿到冒汗吗？因为呢，我现在里面已经穿了我们家后磅数的内搭，本身很就是贴身已经很保暖了，再来这一次整件全部都是厚的黑毛毛。然后手袖呢，手袖没有毛毛，它是铺棉，但是也是蛮厚的，真的是完全，有没有看到我鼻子已经冒汗了。白色上衣没有尺寸哦，因为它是我昨天有介绍过，可以看昨天的，它虽然是合身，但是它的弹度是可以到 L 号的，没有问题。外套超好看，而且这个外套毛还可以拆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这个毛的话，它就是一件牛仔外套，而且是整件毛毛的牛仔外套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。然后它是算比较短版的，比较利落比较帅气感的外套，毛毛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澎湃哦，而且它黑毛毛还有一点乌黑亮丽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好，那外套动作快的人抢到现货就是你的，动作慢的人就只有稍微等待一下咯，大家一定都是买得到的。好，我有什么外套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问哦。好，整件真的这黑毛真的好漂亮，食品啊我觉得你们收到会比在看直播来的更美。对啊，因为有些直播大家没有办法摸到材质，它的材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这个外套非常好搭，就是穿牛仔裤里面穿素 T 就可以了。好咯，外套你看这次的毛超级宽版，然后厚毛，黑毛毛的外套其实出的蛮小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有撞衫的问题。那外套可以穿到什么尺寸呢？基本上妞妞现在可以再伸满满的一只手进去，看到了吗？所以里面可以穿厚度的针织衫、毛衣、高领，随便，所以你怎么穿都穿得下。之后还会出长版外套吗？会哦，近期大概这一周都还会有外套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官网。非常非常温暖，这种要怎么清洗哦？其实我建议大家，我之前有建议过粉丝，就是外套的部分啊，除非你真的是碰到脏污或者是有东西打翻，不然其实我都建议就是穿个两三次再去做洗涤。那做洗涤的方式，毛是一定要拆下来的，建议就是稍微过水，然后稍微简单搓揉一下，让它风干就好。那外套的部分呢，其实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洗东西的人，像妞妞，我可能就会送洗，
可能穿个三五次，我就是一季拿去送洗。那如果你想要自己洗的话，其实我建议大家自己拿一个盆子，就是稍微搓揉一下，然后一样是风干就好。因为进洗衣机里搅有毛的东西多少，我们不知道每一家品牌的洗衣机到底它的强度有多少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你保证，万一你丢了洗衣机洗涤后之后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好哦，包群没介绍，我现在要来介绍哦。我真的是故意先曝光。好，我先来介绍，不是包群，是这个很可爱的球球群。这个啊，妞妞一个人自己是买了两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球球超可爱，而且它穿起来超级卡哇伊，而且很显瘦。再来哦，这次这个球球的裙子它有分尺寸，然后它很特别，因为妞妞家的卖场其实我蛮想帮大家选裙子的原因是，我觉得裙子就是要选到显瘦好看，然后又百搭。所以呢，妞妞在挑选裙的时候蛮龟毛的，所以呢才没有那么多的款式给大家。所以如今我今天挑这款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来哦，我好热哦，那个牛仔外套真的是很保暖耶，我现在已经全身冒汗了啦。牛仔外套可以再介绍一次吗？ Hello， 等一下直播完可以看重播，妞妞已经快要热炸了，好热哦。好，来喽！你看这裙子有没有很可爱？而且啊，我先拿别色给大家看材质，它有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一个是粉红色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敢穿，所以妞妞就又挑了一个秋冬色。它的材质是这种哎、欸，哦，好热，这种毛料毛呢料，而且呢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再来球球，你不想要的话，你就可以整条拉掉，然后就是变一个素面裙子。重点是穿起来非常显瘦，它虽然摆度是往外开的，但是呢，这样子可以让你的腰身非常足够。多少钱？要请大家到卖场上去看哦。好，再来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它其实就是单穿，不需要穿任何的安全裤。后面呢，刚刚有讲这一款，我记得有做尺寸，后面一样有附上松紧带，让大家在穿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穿。然后再来这一款有一个很优点的地方，就是噔噔，里面有附上一件安全裤，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安心哦，可以穿它出门。粉红色超级可爱，你看到这两颗球球非常的圆蓬，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着，因为蛮可爱的。好，来看看有没有很挺，它整件就是很挺，因为是厚挺的毛料。冬天呢、啊，这个你可以搭西上靴，很寒冷，你可以搭透肤丝袜或是黑丝袜，都非常非常好看。是的哦，佳音，你看我不能拉太高，小裤裤我不敢拉太高。好啦，这样已经是妞妞的极限，有没有看到它有个小短裤在里面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加分，很贴心的设计。女生嘛，穿裙子难免上上下下，坐楼梯、坐捷运或是百货上楼梯都会有一点不安全，但是这个小裤裤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哦。然后卖场有分尺寸哦。那其实现在呢又来拍全家福照，什么意思？只有一色没有哦，我先介绍粉红色，然后粉红色大家可以斟酌一下你的颜色，看你喜欢什么颜色。因为妞妞其实担心有些人不敢穿这么粉，觉得比较甜美可爱的感觉，所以呢我选了一个基本色，就是秋冬如果你要搭配长靴啊或是一些针织毛衣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选这个颜色，选这个咖啡色。但我个人是觉得粉红色非常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大家应该很少有粉红色的裙子，所以如果你喜欢粉红色也可以咯。你看这个颜色就是秋冬的色，然后我真的大力推荐它，是因为它的球球超可爱。再来是有没有，你看它版型其实妞妞一穿上去不太用调整太久，它就是厚毛呢面料，非常非常的挺。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搭上啊、哦，我还在流汗，我又要搭上这个毛毛外套，其实毛毛外套可以走帅气，然后休闲都可以，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去搭配。裙长的部分呢，其实我觉得蛮刚好的，它就是裙子不长也不短，然后分尺寸，后面又有松紧，真的是太贴心的设计，因为有些裙子在那边拉了老半天拉不上来。
很美，对不对？选色障碍，等一下大家可能自己要上卖场挑选一下颜色，两色都很好看，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做选择 ，sorry。好哦，再来呢，最后最后，这个针织裙为什么放在最后呢？今年完全没有出过针织裙，这一款呢、啊、是妞妞找了好久好久好久的面料，先给大家先透过镜头给大家看，它是整件长毛毛毛呢料的。好，前面呢，其他版型没有太复杂，前面就做了一些滚麻花的设计，再来有小小的开叉。好，大家呢，这个裙子非常非常的保暖，妞妞现在要来穿给大家看喽。这裙子要搭什么上衣？说小短裙吗？我现在穿的我们家的下身其实都可以搭，这个你也可以搭那种长毛毛的针织衫，都非常好看，不一定要搭合身的，其实这是非常好搭配的，可以上卖场看一下我们的搭配。好，它可以搭一些针织那种长毛毛的毛海上衣啊，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穿这件毛裙啊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保暖，而且版型很挺，然后它就是比较合版，可是呢它的布料非常，来我先给大家看，大家看到我的脚吗？好，它呢算是一个有点豆粉色的裙子，然后跟大家讲，你看它的宽度可以穿到这么样的摊，所以这一块毛料是非常非常延展性非常够的， S 到 XL 通通，来看到有没有可以驾驭。那它的叉不会太高，因为是冬天，所以妞妞在选择叉的部分其实没有帮大家做得太高、哦、好，然后侧面呢非常显瘦，它完全不会有显胖的功能，而且呢因为是厚布料，所以也不会让大家露到你的小裤裤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整件都是非常非常的弹，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唯美。哎，怎么办，我还在流汗，好热。裙子下半身宽的穿会好看吗？其实妞妞的下半身算是微宽，但是刚刚有讲哦，如果你们在挑选裙子，不管是妞妞家还是别的卖家，如果布料下半身过于薄，一定会贴在你的身上，而且会显胖哦。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天天都在看我，其实有没有显胖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它真的很保暖，然后不会显胖，而且屁股还有点微翘，有没有？它是因为布料的关系，就做到非常显瘦，弹度非常非常够。然后这个颜色蛮推荐大家戴的，因为非常非常有气质，然后不会有搭配上的问题，只要搭配白色、米色、杏色、黑色、灰色，通通都可以。这个裙子其实我就不太建议丢洗衣机，如果你真的要丢洗衣机，告诉你一定要按洗衣机的柔洗，应该大家的洗衣机都有。其实不止这个裙子，只要是针织衫或是毛衣外套，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按上这个钮，因为它的那个搅拌速度会慢很多，对，它就是可以 保持你的商品完整度比较高哦。嗨，乔乔，好，所以呢这个颜色我蛮推大家的，它就是粉粉嫩嫩，穿起来非常非常有气质。再来另外一个颜色，它就是灰色，可是它灰色大家看一下很特别，它是这种整个是毛材质的混灰色，所以看起来就是非常冬天冬气的感觉。衣服可以不扎进去吗？基本上你衣服扎不扎啊，都是要看你本身衣服的版型。像为什么妞妞会扎上去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我现在的比例可能是3:7。好，可是如果我把衣服放出来的话，第一个这边会变胖，有看到了吗？很明显的差别，这边有没有突然变很大？好，然后你的身形现在可能变得4:6了。有吗？很明显哦，所以在穿这种衣服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不是围扎，就是把它扎上去，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显瘦，这是一个穿搭的小技巧哦。好哦，有多长的话，可能要看一下卖场的尺寸咯。好，再来呢，妞妞要换上灰色，灰色就是大家比较敢穿的颜色，然后它呢，刚刚有讲灰色特别看得出，它就是面料的那个材质非常非常的厉害哦，灰色。好，
灰色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商品有没有很厉害呀。来，灰色呢其实就没有什么选色障碍的问题，我觉得妞妞真的流汗了，头发都黏住了啦，好热哦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吗大家？妞妞整个飙汗耶，讲得太激动了。贴身的会有内裤痕吗？来哦，我现在没有特别穿无痕内裤，今天完全没有特别穿无痕内裤。来哦，它是厚料子的 毛料材质，所以呢其实看我的屁股是完全没有纹路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太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妞妞实际穿搭完全看不到。而且再给大家看一次弹度，它可以再塞下一个我的弹力，这么大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买好吗？灰色比较敢穿，对啊，它另外一个颜色其实很好看，只是另外一个颜色可能大家在搭配上就是可能要多费一点点心思了。出门的时候如果你呢不想动脑，比较懒人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带灰色。徐菜菜你来晚了，真的今天介绍好多好看便宜的东西，而且刚刚还要介绍限量版售完为止的，晚点记得看重播。那个配纹吗？昨天的斜纹 V 领巾扣什么体型都可以适合吗？没错，它也是弹力的针织面料，而且可以披着穿着都可以。Hello， 香婷妞妞的身高是161公分，裙子多少钱？要等一下看一下卖场喽。妞妞等一下直播完会附上卖场的链接。好喽，今天有没有大家什么问题？如果针对商品的问题，可以现在问妞妞，妞妞一样开放三分钟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那三分钟之后没有回答完，你可以私讯小编，小编看到你的讯息，小帮手都会回复的，好吗？马来西亚可以预定吗？可以哦，若以只要到官网注册，然后选定你要的商品，我们有海外订单的勾选勾起来就可以咯。裙子想问价钱，记得等一下我会附上链接，里面刚刚介绍所有的商品都有哦。每一次看都想买，想把手剁了，天啊，千万不要。早上刚刚才下单昨天的直播，好哦，因为真的好多好看的想要介绍给大家。Hello， 可乐，价钱要到官网上去看咯。刚刚的牛仔外套有尺寸吗？没有哦，是单一尺寸，但是它 S 到 L 号都可以穿。刚刚有介绍到，里面可以加非常多的针织衫，所以呢，尺寸是绝对够大家穿的。外套好看，谢谢咯。如果真的很喜欢牛仔外套，一定要先买哦，因为到时候没有了。就像之前的那个羽绒球球外套真的是非常隐恨哦，因为后面好多好多的粉丝都没有买到，但是妞妞也没办法了。还好男朋友麻痹了，我觉得男朋友应该想把我杀了吧。这是预购款还是有现货？我们卖场啊，如果没有跳出红字的话都是现货，那如果是预购款，我们下面就是会写欢迎预购，有红色的字，大家可以留意看一下哦。裙子目前应该是现货。牛仔外套塞得下蝙蝠袖吗？是可以的，但是它一定会微合一点点，比较合身一点点，我建议可以再穿大一点的外套。是的哦，满千免运哦。如果有订单的问题，麻烦私讯小帮手，等一下会回复大家的。好哦，哎，有一个粉丝问到，可以把毛毛拆掉吗？好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毛毛拆掉，穿给大家看。好，后面的粉丝有福了。毛毛拆掉就变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牛仔外套，而且是保暖刷毛的。因为有些场合啊，或是有些地方你不太适合，就像妞妞有时候抱小朋友啊，很多大毛外套我都可能把毛拆掉，就不太适合。但是呢，外套本身拆掉也是很好看。那比如说妞妞跟朋友自己出去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华丽的毛毛别上了。好了，毛毛已经拆掉了。好，这一款。
款呢，拆掉会变什么样子？它变一件非常漂亮、非常帅气的牛仔外套，整个跟刚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它就是一件短版的牛仔外套，而且是很保暖的。有没有看到里面整件都是毛？然后非常非常有造型的哦。好了哟，我身上的预购会很久吗？我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跳预购，可能要到卖场上去看一下哦。米雪，你要吃土咯，怎么办呢？好咯，今天的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毛毛可以丢洗衣机吗？刚刚有说我不建议哦。如果你想要它的毛那么漂亮、那么蓬顺的话，用盆子泡着，稍微洗涤搓一下，就拿去让它风干。风干之后，可以用吹风机由下往上吹，你的毛就会回到原本非常非常澎湃的哦。佩伟介绍过喽，等一下拉重播喽。上衣已经预购，预购的话上衣大概要7天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就是请大家耐心等待咯。想太多立马下单条纹没错，因为那个条纹真的是售完为止咯。好了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妞妞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然后呢，大家有需要什么东西，想要买什么东西，赶快趁午休时间赶快去抢购咯。拜拜。